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赛事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向您介绍阆中古城杯第二届中国女子名人战决赛的决胜局。今天依然是由我和曹大元老师在演播室和你一起分享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最后一局啊。对，决胜局。决胜局。对。那么这个陈一鸣和周鸿祎呢，是前两局是1-1战平了。昨天那一局也是战斗的时间非常长啊。对，是的，下了6.5个小时左右。对，最终呢，周鸿祎我觉得还是很顽强，最终是以这个很应该是最小的差距3/4，败北。是吗？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追赶的还是非常的紧的，所以今天这个第三局对两位棋友来说呢，从这个体力上也是一种考验。是的，这是今天上午对局开始时的情况。当然裁判长呢是刘金八段。今天的比赛呢也是提前到早上的9:30开赛。因为有闭幕式，可能有发奖仪式。是是是。8:30就开赛了。9:30。9:30。9:30。这个赛程还是非常的紧凑的，连战3天。当中有一天休息吗？哦，对对对，是吧？第一局和第二局中间休息了一天。这个是三番棋，现在我们的标配，这个时间是标配，就是第一局之后，第二局当中歇一天。是是是。有第三局的话，就连着下。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开局出现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定式。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聊一聊这个局部啊。这个局部是陈一鸣好像出现了误算，这个18岁的周鸿祎和小姐姐陈一鸣在名人赛当中呢是激战了3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您介绍这个决胜局。曹老，我们要不然先进入7局。好的。刚才我们从画面中也已经看到了，他们是进行了拆先的。对。第三局是重新拆先。是。这样是周鸿祎拆到了黑棋，是吧？黑棋呢，现在大天幕的情况下呢 ，AI 给出的胜率，黑棋是稍微低一些。低挺多的，好像是吧？40出点头，40%几，40点几，对，41左右吧。白棋，星位，对。所以说现在，棋手好像更愿意执白棋啊，在中国规则下。对，是的。好像贴6.5的时候，职业棋手中有点犹豫，不知道执黑好还是执白好。对，差了一目棋。好像还是喜欢执白的，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好，接下来挂角，挂角现在不多见了，是吧？点角多，点33的多。直接点33。是啊，今天是出现了3个星位。挂角完了是再来挂角木，对，这也是一个节奏是吧？一般来说，好像是我们传统的理念里面觉得这个小木手脚或者是小木挂角价值更大一些。现在好像反过来了，现在好像不是这么认为了，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话，为什么说？刚才这个黑的挂角比较少见，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现在这个棋形，左边就这两颗白棋这样的棋形，那白棋下，以前的围棋理论就是你刚才说的，是手小木脚比较大，对，但是现在的因为是 AI 的影响嘛，现在的职业的高手下棋的话，往往先是手这个脚。对，守在这个星位角，不是守小木角，
然后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小飞手脚跟这个小飞这个骑行很相像，当然如果让现在让白棋选择是会选择在这个点上，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再看一下这个本局的实战，这个地方黑的是有一个子了，这个子的话应该说不是那么紧迫的一手棋，比如说白棋在这里手脚的话，黑棋下在这儿的话稍微慢了半拍的感觉，所以以这个来推理的话，现在所以对新位的话，职业高手挂新位下的还是比较少了。嗯，更多的是直接点三三，直接点三三，因为我不挂你新位，你也是要守这个小飞脚。对，这个是现在的围棋理论的一个变化。然后挂小目，小尖。接下来他也是对自己那小飞来手脚，这个马上在右下角要出现一个大型的变化。白棋选择的是又是挂角，对挂角，今天这很木切，三个星位都没有选择点三三。这棋，而且好像点三现在点三三也是很常见。是，现在这个局面下，我觉得点三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也是很正常的一手棋。问题对，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这个挂角反而觉得有点意外。那陈一鸣面对这个更年轻的周鸿祎，会不会觉得还是不要走这个 AI 定式，选择一些这个简明的定式？可能吧，也许啊，对，他选择你看他就是挂角，把局面简化。但是没想到呢，有些定式还是要躲不过去啊。这个是选择跳出来，以前的定式是点三三比较多。点三三。对，点三三的话，现在好像逐渐这个情况下，点三三好像有点被淘汰的意思，很少见。现在如果现在点的话，曹老这个黑棋肯定是挡这边，对，这个定式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几乎是一本道了。对，是的，扳接。对，扳接之后下一手，现在的话都是下的这个爬的，二路爬过。以往是这个多一点，这个呢当然是有点缺陷了。白的这手是必须的。对。以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夹，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有白子的话，这个地方手段就有了，那么从定式上来说的话呢，他现在黑的都会下这里，然后白的也是跳，这棋呢黑的速度可能比较快，暂时在这局部是争得了先手，对。AI 呢实际上他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定型、甚至于他在二尖高夹的时候他也会爬在这地方，假如你在这边不动作的话，跳出来他情愿再多画一手棋，多画一手棋把他这样子补得非常完整，对，就是这样的话他觉得补起来不放心。实际上之前的话这个局部这个定型，应该说就已经是告一个段落了。对啊，就是我们以前的理念的话，就这样局部下成这样一个是个定式，并且被就是有定论是黑的是先手。对，黑棋可以多先了。是先手定式，就是说黑棋肯定是去他下的别的地方去，不会在这局部下了。然后呢，现在的 AI 的定式呢，它是要走在这，情愿这样再补一个，这样子多画了一手棋。对，多画手棋呢，它的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棋形，让黑棋再画一手棋，它没有刚才这个棋形下不出刚才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棋形了。比如说你现在补。我可能很多棋友是会下的，下在这里。对，在这里的话还是有点缺陷，就是这个地方还是有夹，对，夹完之后再搬啊跳啊，是，就是说这个地方拦壁过来的话，这一带还没有守住，
比如说是这样的话，白的这个地方的蓝B就不那么可怕。他宁可多画一手棋，把这个局部补得非常的充分。对，那么再反过来推理一下呢，这个地方虽然稍微差了一些，不如这个。其实我想这个这样定型，在 AI 的眼里的话，大概黑的已经要接近50%胜利了。本来开局黑的只有40%多一点点，如果右下角这定式一下黑的，应该我判断觉得有50%啊，一下提高了10%。就这个棋形黑的太完美了。最理想的。对，那这个是次理想。也黑的也挺不错的。所以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定型，因为有这个爬的定型呢，所以慢慢的右下角这个白棋方下的比较少了。现在白棋点三三挂角之后的点三三定式越来越少了。少的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其实本身现在挂角就特别少。挂角太少了。是吧，点三三的多，挂这个星位的话一般都是老棋手在那老将、就是。或者是一种去向。当然今天周鸿祎这个地方挂这个星位还是有点意外的。不过这个陈一鸣也反其道而行之吧，也还了他一个。不过这个地方呢是周鸿祎下了个紧逼。对。虽然他没有下这个点三三最流行的变化，这种挂角呢也应该也没有错，是吧？对，肯定应该是这个，至少从胜率来看也没有降，也没有降胜率。其实这一代的话，这个近几十年来，这人类棋手这个下的这个局部的变化下的太多，太多了，反家。大概我觉得15年前左右的时候，这一代的反家下的特别多。是。后来慢慢都下到这个二阶高反家去了。就是走这个的时候，他是往这里拖。都有这样的定型。这个跳实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一步棋。实际上它是跳出来，对，它实际上跳。其实现在这个局面下，点三三是不是有点不太肯？刚才有我们说的这个原因啊，是不太肯一点。另外这个配合，觉得黑棋也不错。如果反家呢，曹老？如果现在这个反家，不管是低的高的，反家的话，也是不是可以考虑？大概会。盖住，这个定式现在如果是这样下成这个定式的话，就拖，它现在是有吃或者藏，这个两个下法都可以。这个，我想亲密朋友应该是见过的，这肯定是见过。近期见的比较少，因为挂角本来就少，然后反家的就更少了。是这个也是一个定式，这样也是正常吧？对，正常一局棋，这个配合也不错。这个这样子还很漫长。反家可以下，然后当然，还有别的种种的下法了。比如说就直接清分这个角，这个地方不正面助战嘛，这个做这个拆散。因为就相当于这样定型之后。黑的下了一步不好的棋，这步棋肯定是不好的。这个对，既然没有既没有守住角，也没有紧紧的逼住，是吧？对，肯定是一步不好的一步棋，要扣分的。这步棋可能也不太好，但是它不好的地方目前还不见得显现出来。因为以下的如果定式的进行的话，它不一定就一定不好。如果在政治有利的时候，它还有挖。假如政治不行的话，如果政治现在应该是政不掉吧，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是这个，接上说这个政治，这个能不能争掉？看一下，这个争不掉，因为这个有一个挂角了。黑棋可以，那么现在白棋呢也可以暂时先不下，有几种下法白棋，一个是直接点角，如果你挡下来，我就走回来，
这个也是可以的。立刻活脚。啊，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子始终不是在太好的一个位置上。嗯。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说是就这样的。嗯。对吧，你这地方多花了一手棋，现在这手棋肯定是价值不太大。并且我可能还能走得更好一点，你接的话我还不接，我还走在这里。嗯。这个位置不是太好的一个位置。对。所以说就类似于这样的下法也是可以考虑的。并不是说是是是一定要一直线的，就是局面很广，去往这跳，可以，对，可以选的点很多。这个地方战斗呢，我觉得就是白棋的一个失策。哦，就说从跳开始。对，我觉得是从跳开始，可能就因为这个地方跟黑棋发生战斗是很不明智，这绝不是黑棋强，并且很关键很关键的一点。这个我不知道小周是不是很有预谋的，老先挂了一个。这个挂角跟争子有关系。对，最关键的一点，争子。是。这个虽然离得远，但是实际上已经和这个角，这个对角已经发生了联系了。对，这个棋呢，如果是找挂子以后呢，这个白的照理是不应该下在这儿的。我是不知道陈一鸣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本来以为啊。嗯。是这样，就是白棋走这个的时候，黑棋这个时候才来挂一个，挂这个。这时候，这个我看到这棋形的时候，我脑子里啊，就是第一感，没看过程，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以为是这是黑的挂，我觉得白的为什么还硬呢？这个地方就走这个就行了，但是我还是看见了。我还后来看见是这个时候白的是跳出来才走在这。就是说这个如果白棋争子不利的话，最好不要选择跳了然后来飞压的这个风险特别大，很有可能就被对手冲断了。对，因为这地方是有一个冲断的。对，我们一直在说争子啊。对，这个究竟什么争子？他这个冲断很严厉，黑棋。对，一般来说就如果他拐，那是白棋理想的，比较理想，也是所谓的，也是定势，也是一个定势啊，对对，这个下一步也是很微妙的，就是假如定势下成这样，假如怎么或者说能够下成这样，对，白棋怎么补？因为这地方很显然，我想棋友们都能看得见，这地方黑的是有一个旺，这地方下棋行棋是要注意，对，是要下挖，不是下在这里的，挖也更紧凑啊。对，如果现在是弯的话，可能白棋是不是？就点脚了。对，这个好像慢了一步。对，不是因为这个棋你以后再走这个，它就可以退了。是。然后它这地方呢，就可以有个点脚，一个转换。然后我如果挖，你挖这个，你叫吃。我接上，这时候你这个毛病是很严厉的，被我一断打，这个一长，这个白棋是受不了的。对，太苦了。所以白的是要补，这个时候呢，黑的是把这个冲掉。嗯，冲掉呢，实际上脚里当然还是有味道。对，直接就会有问题了，就是还是会有问题，但是会好非常多。嗯，就这个地方有一个黑棋的话。黑棋无论下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挡在这儿，这个时候，假如这个子没有，我们看一下它区别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白棋搬，你搬下来，我可以接上。这个地方我就产生了很严厉的一个断点，非常现实化的。现在我如果这里有一个白的，就至少是不能下扳接了。扳接的话，我说一跳就把你全部杀死了。对，现在断不了了。对，断我爬回去了。啊，差了一气。所以，这地方呢，白棋要活呢，只能活得非常小，就是这一类的小尖什么的。所以这个地方黑的如果要行棋呢，是可以要下挖的接，这个先给棋友们介绍一下。对。那么白棋应该怎么补？对，白棋现在补一个就是对这个直接，对吧？对，直接一沾把这个毛病挖断补强。对，还有呢是补这个
湖的话，这个呢，它在外边它有点多一个点。不过实际上我推荐的这个局部的下法，嗯，就直接就点在啊，这样迂回来补是吧？是，这整个的就把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哎，对，其实是特别轻，因为黑的，好像也不见得有心情搬这个。对，搬这个，无论你爬过也好，街上也好，这个地方被黑棋飞出去了，这个相当于就没有了。对，这就相当于一个釜底抽薪，既然把你的这个时控点掉，那么这个子呢也就价值就变小了。这个我想棋友们体会一下，就这个棋形啊。点三三这是一个效率最高的一个下法。这个点呢，看起来是没有补齐，实际上，间接的把这个断点补住了。对，不要想着就是思路上就觉得我这地方薄，嗯，我要接啊或者要虎啊什么的。实际上你知道这个之后，这个地方的价值就显得特别小了。是这一点，我想，棋友们应该是很好的能够理解到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补齐。能够飞跃到点角来补，这个棋力其实是就上了一个台阶了。对，要就是要有这个思路，有这思路以后，其实不太难。这个，嗯，这个呢，这个定型呢是有可能能够下着的，在白棋争执，等一下我们还是会给棋友们介绍，对对，这争执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是，就是白的在争执有利情况下是有可能实现这个样的一个棋形的。是，不过呢，之前呢。我想，水平稍微高一些棋友应该还是会有印象的。这个地方黑的是可以先尖顶一个，嗯，是有尖顶的这个下法。这个时候，假如你立，就算，我还是就是像刚才这样下，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白棋就没有那么舒舒服服的，有个刚才没有这两个的情况下，白的可以点角转换，所以有一个先尖顶的这样棋。先尖顶呢，不过呢，也有一点点担心的，要谨防白棋跟你转换，就把这个挡掉。你走这个时候呢，我就再顶吃，这是白棋外围比较厚，这个定是。我没有用 AI 来判断过，我估计 AI 会比较喜欢这个白棋方的。对，好像其实这个定式好像还有一个往下一路，就是小目也有。哦，小目是吧？啊，小目说不定还好一点。小目好像比这个形还好一点。啊、对，小目就是这个形。对，就说为什么好呢？就是。就这样也好，也出现过这样的棋形。小目是有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角一尖底下跳了，对，这个角黑棋是已经是实地了。对，是的。这样子黑棋多了一路，高了一路的问题就是这个算一个点。这个角看起来大一路，但实际上并不是你的实地。对，它这个点好像白黑棋很难应。对，如果说不知道姓哪个，如果挡，这个一断挡的话，这地方它有断，对，这地方是一个好手经的一个下法，这一断很难受，如果吃，这个就很明显了，对，吃回去了，对，所以这个不能挡，我如果粘，并且它也不能挡这个一样的，我这个也有断，那如果说只能粘。但他还有可能往里爬呢。哎呀，这边还多一个点。对，往里爬啥？爬还是？跳，跳他冲下来。哦，他还好。就转换了。对，就是因为他多一个刺，角上活棋是没问题。所以这个角黑棋并没有守得很牢。对。起码这个也是分分钟钟的可以下成这个样子，这因为有个点啊，太空虚了，但是实战当白棋跳在造这个的时候，黑的直接就冲断了，对，这一瞬间啊，这个冲断的话，周鸿祎下的也是非常的果断，确实
这个局部就是黑棋有利。您看到这个棋形第一感就觉得白棋争子不利，对，很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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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白争子有利的话，白棋是下这个，嗯，所谓的争子、这个。对，我们刚才说一直强调说争子是什么争子，就是这个，他然后呢？他呢就直接打，这个争子就是指的就这个争子打吃，啊跑，他可以挡在这儿，拐的话外边一搬，我们现在可以看见所谓的争子就出现了，他这个争子，这个打是先手，对，打不打都行，对不，他可以慢点打争子，然后这个时候打一下，然后假如白棋争子有利，白的就一争。就把这三个看一下这个争掉，那肯定争不掉，肯定不行，因为这个对恰到好处。这个就早先就挂了这个，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那黑棋就崩溃。或者说没有这两个的话，黑本身这个局部，我们这放上也没，这还是放上一下，否则会忘记。就是，假如白棋争子有利的话，白棋。对付黑棋这个冲了断，白的就用这样的手法，黑的就很难办。对，如果说刚才白不能断打的话，是吧？那他怎么办呢？不能断打，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好像就没有办法了。啊，他好像只有弃子了，是不？只有好像这样弃子是了。哦，那就是是不是？让他打一下是吧？让他打吃然后搬过，对，他也可以打一下搬，也可以煎，打一个有点熟，打了搬，当然是这个白的大概也还行，也不差，不好像是可以小煎啊、哦、小煎，你走这个好像也不大可能吧，我说爬这个，是吧，你搞不清，你要走别的，我就再补一个，我都觉得这个棋形也是白棋好。这个对，这个棋形还是实战当中很难见到的。就如果说争子不利的话，对，是吧？首先就不会从一开始呢，其实冲断就不会对出现。对 我是觉得很就是有点就是说很难以相信，就是陈一鸣会犯这样的错误。这个一间冲的话，就是政治不利，应该作战不利，就被他一冲断。就对这个他们这样的一个水准的高手来说，这应该是脑子里有一个第一反应是吧？你下棋之前先看一眼争子。对。但是会不会也有疏忽啊、对，这个就是一个基本功嘛。也会有一个小的疏忽。对，这个疏忽，在这样重大的比赛中出现是。当然对陈一鸣来说是运气太不好了，正好出现这棋形，也许这棋形是那个陈一鸣的一个空门，他以前从来一个盲点，对，从来没有就是说研究过这个定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但是他也是往上下啊，也有可能，或许是昨天太疲劳了，对，昨天当然是也有一定的也有一定关系吧，对。这个总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陈一鸣在这里好像犯了一个失误、是这个失误怎么说呢，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看你接下来怎么来化解了。如果说对要有化解的好呢，化解的话也不会太致命，对，但是实战似乎是因为这棋应对的并不是很理想，他是这样啊，他是往下贴，对，贴本身其实如果争子有利还是一个争子的问题，就贴完之后你还是要打吃的，其实从局部最强的下法还是这样，就不看全局，就是打吃一贴，对，然后这个应该说就是白棋战斗比较有利，就争如果白棋争子有利的话，争子有利，那现在争子不利的话，黑的就可以走在这个地方，你接上我就一胡，这个两个争不掉，你争不掉很难受啊，对，就那肯定就形势就不利了。争不掉的，争不掉的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已经被黑棋给断开了，断开黑棋、白棋很苦战。黑棋这个你发现没？都走在那个地上取地，这个地方都是他的空，外面跟你战斗，这个中府跟你战斗，边上我已经边包括脚步，
黑棋都是拿了不少的失控，这个子对取这个角地也很有帮助。所以就这里反复强调争子的重要性，对，就是这个争子的重要性。当你争子不利，白棋争子不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是，一定要慎重下尖冲。但周鸿祎非常的机敏啊，立刻冲断，毫不犹豫。看看陈一鸣怎么应对，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对，这个周鸿祎不会错过了。这个搬小将，对，搬的话，这一搬不好办呀，不好办，对，我现在替白棋想想办法。既然已经发生了，是吧？怎么样来处理？已经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要怎么解决呢？实战它是断上来，从实战的看下法，好像这个断不太理想。他好像搬了，曹老对。搬的话，他是借着胡也可以，这个他也是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棋形。白棋这里有点断点太多了，你是断点你的补，对，不知道他这里缝里可以补不胜补的感觉。这个，胡补这个，走好一边是吧？黑棋会要长吗？还是？不知道长哪边能长，当然好啊。这个长应该是先手也可以，这个白的不行的，这太苦了。对，这个长先手就是不是就这么打出来了？长不能给他先手，但是这个地方被我走一下，你也是痛苦的不得了。那我假如这个棋大概棋不一定好，被他挡住你可能不行，我可以爬。你搬起来，是吧？我现在这个黑的也是好的，这个吃不掉是吧？肯定吃不掉。飞的话就跳出来，吃得掉我就先搬一下。这个还是白棋苦战，是的，并且他还可以不藏这个，直接打出来，这个黑棋也是相当好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在我几十年的脑海里就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图形了。就这个图形肯定是黑棋有利，对，就是这个还是这个争子的问题，如果争子不利的话，这个战斗就确实有问题，确实难办，现在是比较困难的局面，现在只能说是帮白棋想想办法。白的单跳其实跟他后来实战很相像，实战呢，实际上这个段呢，按说也不是不亏，就是太好的一个下法。就跟他难道是担心这里出来？不过他单跳，他是有问题的，可能是吧？他是会怕他出来这个吗？那直接，因为你现在不能断这个，断这个，断这个是被白棋吃掉了，被争掉了。这个对，现在不是说。争黑棋的问题是争你白棋了，对，把白的争了，是这意思。争掉，所以他也没办法。这个也是很非常痛苦的。这个时候断了这个。我刚才是看了一眼决议的变化图啊，他是说是搬，他说的搬，然后他回了，他粘，粘啊，粘可以。他只是给的对给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变化图，就到这儿，接下来怎么下也不清楚了。这个变化行吗？他比如说，啊，就打了长吗？对，我这个跟这个比的话，比如说跟这个比，我就算争子不利，我也这么下，也这么下，他也要下这个呗。对，他可以下。我刚才摆的是这个图了，你现在等于接上，但你这搬一个，反而还是也是自己撞了一气，是吧？这个图说不上会白的会有什么好吧？这个图他摆这个图以后，白的胜率是多少？当时好像已经是降了几十个点了，也几十个点，那就是说也是白的不能这么下，是等于是就被一冲断，这个胜率已经是就
你拍的没有好的下法是吧？没有，对，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就剩余想吃平已经很难了。那我这个几十年的老经验还是对的，就是、是对的，就是不能政治不利时不能下在这个。是这一冲断就已经是有麻烦了。嗯，只能说看这个怎么样，尽量麻烦小一点。哇，这个麻烦小一点都，你这个麻烦也不小，也不小。然后不，这个题型它是后来实战是这个好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下法。是，说不定也是最好的一个下法，也有可能，也未可知。因为后面他其实这个胜率，这个突然暴跌的原因还是跟后面这个招法关系，关系对、啊。那我们看实战，好，就看实战，他是怎么断上来。断上线只有吃，对，这看起来呢可以滚保，他是为了这个滚包一圈，这两下，嗯。这是白棋的权利啊，看起来很舒服，并不是那么舒服，因为这地方要挨黑棋一个打吃，就是你这两下打虽然痛快了，但是接下来我这个如果在这里就好，那就好很多很多、嗯、接下来还是面对现实，接下来那你这两个你还得走啊，不能这两个被吃掉不能死是吧，那你总不能这样吧，这个太惨，损失太惨重了，这个白的什么东西都没走到啊、嗯、所以还是得跳，对，但是跳这个地方被打一下，这只能忍了。嗯，那现在白棋呢，作战的基础就是黑棋这一串呢、嗯，目前还没活，是吧？黑棋自己是的，先要做活，嗯，看看黑怎么活。黑棋实战下的这个拖，这拖下的挺好的，嗯、我觉得比这个长要好。低感是长，比如说你很机械那么长一点，对对，低感是长，它可能就会跳。对，你现在这个如果走不着，主要是白，你对白棋现在爬不，你现在爬我就把你吃掉了，你这个先顶的话就接，嗯，这边要走也只能接着爬。你接着爬，我们跟后边实战的棋型可以做一下比较，嗯。这棋他有机会是可以扳住的，嗯，或者他起码是可以跳。实战下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啊，他是拖了，对，拖他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第一，首先是不怕白棋在这里挖的，这样黑棋方方心心就藏出去了，对，这个不会怕。其次呢，我也不怕你扳这个，你扳这个我就接，嗯，这地方你很有问题。这个白棋要怎么补？对，就是怎么补？你看看怎么补？不知道怎么补，糊住吗？糊，糊，说不定还不如接，是吧？当然糊也行啊，就是糊。但我这个藏一个，你也是很难受。嗯，那我只能站。啊，然后我就爬。嗯，把这边能做活，这边做活。嗯，这个你两边都不活，这个都很重，我再照进去。对，这个。白棋太苦了，白棋不太好搬、嗯、然后呢他可能实在他这个是正解，就是他现在如果跳的话我也可以顶一个，嗯，这样我就往外藏出去、哦、刚才这个子是在里边，对，现在可以挺头，对，然后你看，我们看他是实战啊，实战白棋是退了这一下，嗯，黑棋把这个接回去了，这个时候呢，那白棋只能下这个打吃这个熟手，这个打吃，就是怎么说呢？职业高手的话，类似这样的棋能避免就尽量要想避免的、哦，就是不愿意这样放在棋盘上了。所谓的棋形会下在什么地方？会这个跳，这个跳呢，这个就是，假如。黑棋如果是接上的话，我是这个是假如接上的话呢，我们可以所谓的棋形它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子现在很明显，嗯，你放在这里好还是这里好，嗯，这个答案显而易见，肯定是跳在这个棋形 是的本手，对，那么但是呢现在黑的有一步强手就在这里顶，这个让白棋很痛苦，对，这个棋形不太好办，这个大家还记得吗？如果黑的长我跳，你这时候顶的话白的是可以放心的把这一接，嗯，
现在你这手棋还下得出手吗？那肯定不能了。对，所以说黑棋这个拖它的好处就在这里，就让你不能跳这个了。对，因为你现在挡我也可以搬过去，这个棋形白的也是很局促。这白黑棋不知道周鸿祎是临场想出来这个拖，还是这个事先有所准备啊？我觉得当时对能发现这个拖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我真的还不知道他是临场想的还是早有准备。嗯，不过就对于这个冲断的话，我觉得周鸿祎应该是知道，肯定是作战非常有利。对对对，是啊，这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基本功，是吧？对。他这个锁手啊，这个没有。这个锁手的坏处呢，它是这样。它现在白棋是下在这里，对，然后再压。嗯，这个其实有点逆水行舟的意味。对，他现在有黑的这个跳，棋形下的特别好。为什么说它特别好呢？我想棋友们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下一步。有这个虎过去，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好点。那么还有一步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好点，就实战他是下了。实战当然黑，我们看白的是为了不让黑的下这个点，这个点过去也太不像话了。你这个气全部绷得紧紧的，你好像几乎也是没法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他要争这个头，然后还有一个了不得的好点，也是一眼见了这个。这样的棋下在棋盘上的话，这个心情很舒畅，太愉快了，是吧？对，等于这一跳，对，AB 两点见合，是，所以棋友们一定要学会下这样的棋。嗯，这个棋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跳呢？也许棋友提问，哎，我这不一造也把你造飞是吧？但是这个是有问题了，这个我这有个靠，嗯，这个黑棋还。对，外围还不够厚，不够厚，当然不能冲啊，冲我就突围了，这个打出来了。你要外扳的话呢，实际上我也能够突围。嗯，哎，这个我还精妙一点，我可以单扳。这个你如果跑的话，我就把你蒸掉。当然我最简单的看一下，就这样已经把三个吃掉了。对，那么这个有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现在你如果要靠。黑棋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外扳，这个子是非常好的起到了保护这三个子的作用。接应的，对。实战它是靠了吗？实战它是这样，实战它先交换这个，拖这个，拖这个的话，白棋还是有想法，毕竟这串黑棋啊。对他有一点点危险，他有想法，他是这样，他你如果走这个，那我他就虎一个，对，我先虎是先手，大概会粘吧，粘是吧？粘这个粘这个，我先放在这里，这他先拐下来是吧？这个时候你要走这个，我要走这个，嗯，要你如果做活，他搬他也活了对，对，要不要来做活？如果不活立下来的话。这个是大家做活啊，这个大家都做活啊，这个白棋还可以，对，起码是能够在场面上能够对这个棋局还能再继续延续、啊。那么他立这个好像他气他不一定黑白棋有利吧？这个不过这棋至少是个双活吧？这棋是不是谁先手双活？现在黑棋入白棋如果搬粘白的。可以脱先了吗？黑的不能脱先，脱先死了。粘上。不过他倒是可以死。他这个打掉。现在我看看，现在如果黑棋脱先行不行？脱先嘛，肯定是不行。是黑棋不能脱先。但是他也能脱先，就是说看清了。对，局部是。不，他就不要了，他这个地方。不，反正是下边哪个位置拆一个都会比这个二十目要大，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二十一，嗯，就是从局部来说是一个黑棋的后手双活，对，但是黑棋现在可以放弃这个后手双活的价值，那我这个可以黑棋也可以白棋也可以脱先是吧？
那应该是也可以。我这就可以不下了，是吧？这时候现在没顶了，就是这，我就这时候拐了，你能够哎，黑的这时候就可以不下。它是，当然我没那么厚。虎，立是吧？这样的。对，立立，你得搬我。嗯。搬我，我就不理了。黑棋就脱先了。对。现在就能脱先是吧？我走这个是后手吧。是吧？那我就直接脱先。对，但是有一点点薄，不过这薄呢也不是太可怕。嗯、你也不能，因为现在黑棋就这个棋让白棋下，哎，白棋下一手黑的是死了。嗯。所以呢，白棋也不敢再在这里去撞棋，乱撞棋，乱棋撞了好多、嗯，变成双活了，甚至自己棋不够了，那就得不偿失。嗯。然后黑的有机会呢，黑的就可以走一个。走一个就是双活了，对，本身也就是它有双重的价值，一个是本身把这几个字救活了，嗯，这二十目棋救回来，第二这个补强啊、嗯，其实也是相当大的，嗯，这手棋，不过好像这棋黑的也不错，是吧？啊，黑棋不错，是不是？会不会就死了也不会吧？嗯，我觉得不会，你觉得白的错吧？对呀、啊，那。哦，这是黑棋冲断的一方，对黑棋好，黑棋好啊，黑棋好。嗯，不过这棋我觉得还是有的下，有对，嗯，有的下，因为黑棋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从断了之后，不，黑棋这么说，他黑棋实战是没搬走这个，嗯、是不是他觉得搬这个不是太好，变成虎一个，嗯。虎一个就形成会形成、这个，他至少觉得这个结果，他至少觉得长更严厉一些。对，长的话他接他是继续来，嗯，是吧？这代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主要就是这两块棋，因为不对杀。现在这样，现在你拐我就放放心心爬在这里爬活了，嗯，这是活棋，你要挡在这里，我那边。也是没问题的，嗯，这个，所以黑棋这个棋形它是很安全的，就藏在这儿的话，对，因为你搬脚的话，明显是被白棋先手虎一个，对，所以黑棋先长破眼，这个下的很厉害的，对，强手，嗯，那现在就轮到白棋想办法了，白棋现在是先靠，嗯。这个不能冲哈，冲被人家断了、嗯，只能搬住。然后白棋现在过了，对，这是白棋的手筋、嗯，靠断，也是问一下黑棋怎么硬。黑棋是不是也只能吃回来？只能吃。因为走别的话，走这个地方被他打出去是受不了的。这个。不能长了，长这边一冲，这三个字就被吃掉了，棋筋被吃了，你只能从后面冲这个，我这个拔的太舒服，这个黑白棋可以考虑转身了啊，对，我什么样的转身都可以，这个还带还要补吗？不，你得接这个吧，接这个啊、这个哦，对，接这个，这样白棋反正还留着一个活角，对，藏进去是这个活的是。挺大的，嗯，这朵花先提了再说吧。是，这个，所以黑棋黑的是吃在这里，嗯，吃的话就是有一个问题了，嗯，白棋大致因为打是打过之后冲一个有点先手，那他现在冲吗？现在冲是他是先粘结果啊、哦，现在马上冲啊，对。马上冲！你退这个，退一个。马上冲会不会？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或怎么样了？会不会？也有可能。那是我冲下来，我也很厉害哦。你就退啊。嗯。退的话会有问题吧？我要走这个了。马上就冲啊！马上冲，看一看，他搬呢？嗯，搬是吧？哎，有可能搬。
般的话我这个走回来了，那我就可以从这边出来，可以这样粘住，粘住是吧，只能粘，只能粘了，嗯，这样黑棋下边死活没问题，爬一个先手，你那你爬一个多痛苦啊，爬吗？不，你现在是现在不愿意走了。不爬，我这个是绝对的先手。嗯，那你这边还是有断的可能性。啊、哦，马上冲啊！脚上不走，脚上走还走，反而不便宜是吧？我不知道，不走能有好的结果吗、嗯？你好的结果就走一走，当然也不错。这个冲，这双黑的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来？这被我冲下去是不是也完全看不清啊？这一冲断，我怎么觉得黑棋有点麻烦了，有点把自己绕进去的感觉。这把这个断，对呀、啊，是吧？这怎么办呢？只能打了冲过来吗？这不行吧？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他是不是只有搬这个？就觉得黑棋有点危险了。断的话，我就往这冲。你要立，嗯，我就一手给你跳过得了。跳过，嗯，我不要了吗？这两个不要了。哎、嗯，那么黑棋，那白棋做活了，不是还可以吗？还行吗？黑的一、哦，就这样，我们简单摆一个。他是不是还有没有这种？这个我得接回去，这个我得接回去。是你可以保留，可能你不一定吃这个，但是，你不走，我说不定就接回去了。也挺，我在想，我走这个以后是不能断，但我吃掉你，你滚了滚了。哎，我断，对我可以断哎。断我吃你啊，没事。我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走着了也没什么。是吗？啊，都给你走着还可以吧？你这边出头好像有点问题。比如说，嗯，这个你大概得把这个冲掉吧，这个是。我要把那个撞掉哈，起撞一起立。嗯，铺这个都不见得铺得着，好像有可能。这个我一跳，你可能全部死掉。有可能是我，但你铺着又怎么样呢？就是就算铺着，这个时间铺还铺不着，以后铺吧。但你现在就我这个怎么出头？走这儿有一点是吧？对，不，你现在对我这个脚步，实际上我这里有个眼，这地方一爬活的能活。你现在得奥路飞啊，奥路飞。哎呀，可能也只有这二路飞了。对，嗯，哎，我觉得黑不管怎么说，白棋靠之后一断，好像还是手筋。对，有了这一断之后，这块白棋如果说这个断还是下的挺对对对，白棋这个断还是好棋。嗯，其实是白棋如果只是目标，只是说把这一串子救出来，其实还是能救的。哦，这个肯定是能救出来。嗯嗯，但是他黑白棋呢，也在想用什么方式啊？是活的获利最大，他不想只是单纯的做活。嗯，就刚才曹老说了，您说的这个直接一冲好像就有棋，说不定这个单冲说不定是更好的下法。他实战是先粘了一手，冲吧，不冲这个。实战先冲，先交换了之后，嗯，交换之后，比如说现在再冲，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那肯定不一样啊，他不是你现在不太好办吧，现在要走只能断吧。嗯，断。嗯，现在我都可以打这个。嗯，这个严厉，这个我只能这个吃这里。哎，这你就不要了，这个那我没法要没办法是吧？啊，对，没办法，那我总好的了。爬还没把你吃捡回去，这肯定黑棋好吗？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走哪里，嗯，随便跳一个，总是要走一个。对，这把是吃了黑的，没有不好的理由、啊、是。不还有一个下法，他可以这样打吃，
其实你断这个的时候，我可以这么打直，我立，然后切下来。那我是不是能拐一下？拐拐没用是吧？拐我还可以扳住你。对，就扳住就行了。就要吃。嗯，我就接上。我如果提的话，您还再铺一下吗？再铺你一下，对，这铺这个白的好像不太行，这个、我还是提吧，我只能提，对我只能提。嗯，我现在走啥？嗯，对，现在怎么办？现在走什么？打结？我搬一个是这个，起码是一个打结吧，是吧？我不能点是吧？点我这个是先是，接上气不够是吧？这个气，接上气不够，这个是黑气气不够，对，脚部，对，嗯，所以您刚才就打这二路就很好，打这二路很好，对，打这二路好，是的，打这二路是好的。那他现在、这个、就说交换了之后，交换之后不，这个冲没有了。现在的话，他是冲下这个来的。嗯，这个白的，莫非这个棋他应该直接单冲？就是这个时候冲，是吧？单冲哈。嗯，有可能，可能现在单冲是一个好的次序。嗯、实战交换了之后，这两手一交换。刚才我们摆再单冲，白棋就可以退了。对，你再断、这个、他二路一打吃，打一对，不行。那他怎么办？他单断交换，他是搬，对，然后还是这样？还是对，现在他是单断。他断，他是单断。哦。断是什么意思？断它是吃，对，吃力，但是不行啊，这样子断其实好像是感觉不知道是失误还是有点失误。你现在这个都走不着了，怎么有点放弃治疗的感觉？不是，我都可以把这个提了。是吧？这断好像不对，断不 对, 对，是吧？断被白棋黑棋简单一打吃，白棋没棋下了。嗯，有不算吧？有。对，我觉得这个断，莫非就前面这个粘开始，一粘一断，似乎是这个棋局就很难断崖式的下降了。对，这个地方。白棋计算出问题了，应该是是、嗯、至少从这个段开始啊，对，这个之后局势已经是一落千丈了。是的，就下到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嗯，比如说这一家，哦，这个是个手筋好像是吧。嗯，这家好像下手筋了，加完再断。嗯，是吧？这样 好像，如果要做活的话，这个如果还是像实战这种下法，但你多拐到了一下。多拐到一下不一样了，延了一气。对，嗯，我们看，如果还是实战这种下法，那已经不能断了黑棋。那死了。断，对，一气就吃掉了，因为多拐到了。对。哎，这个夹是不好切，现在。
只能粘了，现在只能粘是吧？不能不能立了，度过度过，这样子是不是能能做活？活是肯定能活，能活，但是，我这也先爬一个，知道爬，是不是就拐掉它？行，拐掉可以，拐掉再拐掉可以再爬、是吧？这个还能继续，这样的话不会有问题。这样的话可能还能，还能再把战线拉长一点。这个战线还是挺长的，哎，有时加加加，这个加挺好。实战这个直接断上去，之后似乎已经不太理想了。对。那曹老，我们也稍作休息，好嘞，大家也来品一品这个局部的一些变化啊。好，行，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对，一会儿回来。有微信号，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这个说到这个局部，黑白棋现在确实是比较难，是吧？对，刚不有这种棋好像还是能够，这个也是 AI 的高招啊、AI 告诉我们这地方局部是有一家，对，这个家因为要瞄这个冲，对，但是家的好处就是如果你立，我再断，相当于比这个直接断是多拐到了一下。就长了一气，长了一气，就差好多。这个地方陈一鸣全然没有看见。对，这个他就是断上去了，直接。这个他这个计算还是比较直线的。那断的话，对黑棋来说就比较好办了。这白棋怎么办？现在白棋不知道怎么办，这现在已经几乎是，如果现在冲。冲，对。黑棋第一他不是他现在紧住气，你气够吗？对，他是紧住气。如果断行吗？断可能不行吧，断人家一家。断不行，断有问题了吧，是吧？好像还这个断在一次也气不会够，对，这力的话，这样你现在气也有问题了，这先拐一个，先拐，它好像可以挡住哎。叫吃，接上，对，提掉，我再扑，提，你再提掉。现在我搬棋是不是就比你快一气了？现在这边多紧了一气是吧？为什么还是白的快一气这？起码有个结是吧？这样简单的事情是不是还是白的快一些？这黑棋紧气。这样气是白棋快一些。这点。这白那白棋快一些。两气三气。白棋快一气。先冲的话，像这样白的勉勉强强是不是还能下？但是先冲白的黑的有没有可能吃这个也不行是吧？我看一下还有没有紧住气，真的也是杀不过吗？这样冲这个，现在再冲，冲这个，他是不是吃回来就可以了？他吃过去，他踢，接上，对，吃这样吃过的也是不是也可以？对，接上。这样白棋要补吗？上面不用补，不补的话，白棋不用，黑的不用补，黑的再把这个提了。黑棋要不要补？再把这个提掉。也蛮愉快的啊。这还黑的也挺，也很简明是吧？是。白棋这一串，那就可能还是冲不着，冲着的话。冲着，假如算他冲着，冲这个，我如果冲不着，我走这个，就不让他从这个方向突围。刚才我们摆的就是
就是白纸还气还是可以的是吧？有办法吗？我提掉再铺，嗯，还是再提掉，这黑的就没办法了吗？不是有一打结？打结是，打结的话，就因为我本来就是这结，嗯，这结本来就有，但是你得找结，嗯，然后本来你收气道黑的也有利益，比如说这种地方线索啊，这地方有眼位，如果有结的话，这个就有的、有的下，嗯，是吧？有头绪，对，那可能他冲不到，对，冲不到，冲他可能就吃了，对。哎，那是不是白棋也应该这么下呀？是，那是白的现在，白的应该冲，还是应该冲的。现在冲也是黑棋考、也是考验黑棋啊。他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对，实战的下法，先打。先打又撞进一棋。撞了一棋，那你们不能再冲了。再冲，他就接着走，这个是彻底崩溃了。这个不行，这全完了，这个就已经死了。刚才我们演示的是白的快一棋，现在这地方又撞进一棋，就变成白的慢一棋。对，这个单断也不行，拐也不行。那这个说的话，说起来就这个打吃是白棋的最后的败招了，是吗？那看从这个 AI 的胜率看起来。从断就已经是就已经个位数了，已经是不行了。嗯、但是打完个位数的里边就五以下了，有可能是。嗯，对，你看这一段就已经这个胜率就很悬殊了。啊、在之前还是白棋还是有二十多啊，二十多和个位数其实差别挺大的。对对对。那三十多几乎就是胜负未定了。是的，是的。这个打吃完了，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我感觉陈一鸣这个冲不行。对，陈一鸣这块下的有点不太冷静。对，不太状态。他前面还是先这里交换了一下，不是前面，就是现在打的，不是前面，就是现在打。他没有，现在是这样。这个没力啊，就是断一下打吃一下再打吃一下再打吃、啊、对，看起来就准备要弃子了，但这个弃子损失有点惨重，这个叫弃子吗、说的好听一点是吧，不太像叫弃子、但他本来不打吃单冲还是有机会的，有机会跑出来的啊，就先尝一下是吧，先尝再冲，但不过大哥也不太好，黑的就把这个吃了就行，嗯，这个白棋黑棋吃两个子也很厚，脚步非常厚，这个地方出来单关跑出来，对，这手棋交换的很难看了、可能白棋这时候也是比较纠结，对，他大概是什么地方又误算了，对，白棋这地方，所以他是打是这个，他大概我觉得他可能以为这个地方是能够冲的，他想要先打吃再冲，想要最好的一个次序、这个冲当然刚才我们已经演示过了、冲他的一阶、不行，我们看实战，好，看实战，看实战。那实战，他这个是没力，现在这个又打吃一下，是，就是黑棋就粘上就可以了。不过也没法继续下，继续下的话，这个地方他有这个打吃，这个、哦、现在打吃，不是这个是一个结活。哦，这样子本来单加，对，这样子本来多了一个子，对，就成了打结了。难道现在也应该反打？好像也不行吧。也不行，也不行，是肯定是不行。我这样街上大概黑的都好。对，这个差了半手棋，等于是多送了一个子。是。这个应该没有心情，不过他断上去可能就没有看到家，如果看到家也不会断。对。嗯。所以他也不会再往这种地方下。对对对。下。
好，现在实战呢？实战这个地方白的就 一条道走到黑了，是，就他就立。立，这个只能说是这个局面下，他选择了一个还勉强能够再继续下下去的一种下法。都好是肯定是都非常不好，嗯，白棋形势是非常不好，因为白的没什么，怎么说没什么用。白棋没有走到东西，对，这个，嗯，外边是可以，哎，换一个，嗯、虽然可以滚打、啊、滚打包收，能外，但是这个这边能损失太大了，打吃两下，对，但这个弃子的代价太大了，加，这是白棋的权利，叫吃，嗯，这是白棋在这个局部的一个。唯一的收获啊，嗯，就是这一线把黑棋封锁。不，这个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损失还是惨重。对，这个白棋，嗯，白棋没走到用这个什么东西，这个并不是很很厚的一个小外事。嗯，这个代价是对黑棋有一个右下角非常大，这个目数我看看。十、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十二，这个角很充分呀，四十多目的一个大角，而且是没有几乎没有任何味道。对，是。白棋这个是虎一个，难道不是接的吗？啊，接更好是吧？嗯。本来不是更拼一点，本来确实不一定哪个更好，嗯，就是各有利弊，嗯，应该说这两个是各有利弊，就是这个呢肯定是对上边好一点，对下边 对下面情况可能照应的稍微差一点，嗯，但是现在比如说黑的要这种进来的话，白的不是来的正好吗？啊、哦，对，从争胜负的角度来说，还是挑最狠的下，最强硬的下，肯定应该接。对，接完如果黑的走这个的话，白的还有机会，比如说走到这种地方去。现在对白棋来说，只能挑最狠、撑得最满的下法。那如果想要争胜负的话，陈一鸣还是下在这儿。嗯，还是温柔啊，是很温柔。那么对黑棋来说，现在局面就。比较容易掌握了。嗯，这一战役，黑棋四十多目的大角，这曹老这一串白子还没好，是怎么看呢？他是算孤棋还是？肯定不能算后势了，不能算后势。不过假如现在白棋形势不太好，或者是、不太好的这个程度还是蛮高的，嗯、所以也。白的作为白棋方也不会把它看作是孤棋了，也没法把它看作是孤棋。对，不过后势是绝对谈不上，就当这块已经活了。对，嗯，但实际上黑棋如果来，黑的进攻一手，比如说这个，对，点方也是可以。当然点方白的肯定是眼睛一闭就我靠。不过这地方黑的，比如可以下在这种地方、啊，对对对，走一个也了不得、啊。我第二步我进来了。比如说看成这样的话，这块棋怎么不是孤棋啊？是你补一个，这跳花补位你只是做了一个眼而已。嗯、这块棋肯定是个负担，难办。嗯，这个白棋这个飞也是很意外啊，在这个名人、女子名人赛这样对女子棋手来说，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投降战啊，是决胜局。对。一开局，陈一鸣的、这个、陈一鸣今天这个状态对出现了太明显的失误，嗯，这不是他的真实水平，对，完全不是他真实水平。这两手棋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黑棋是不是就把自己的头不是白的、啊、白的，嗯，白这个手棋也不搬嘛，这种棋。不，因为现在是差的比较多了，反正就闭着眼睛往上走吧。哦、好像感觉有点斗志不足，是吧？嗯，还是这么很温柔的退一个，这样还有胜机吗？看看啊，但他也有可能是在积蓄力量，是不是？
也在就是以另一种方法在等待机会。四。哎，这样子看起来呢，黑棋也要把自己这块处理好，要被吃了的话，那不会，这个局势就逆转了。因为他的头很多的，这地方这个当然是很显然的一步棋，然后这地方他又靠出去，所以他现在是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他没棋下，对，白棋就这么几段了，是吧？但没办法，两边头封不住。对，这棋有没有什么更狠的下法？走的话嘛，走这个好像这个地方缝隙有点大。不走这个会不会好一点？走这个，因为他现在不能跳嘛，跳我这有个病刺。对。那走这个。我觉得黑白棋现在是不是应该再想想办法了？实战的下法，把这个子割下来没？不对，这完全不足以争胜负。对，不足以争胜负啊！你割断这个子，其实就是送黑棋出头了。对，他是这么来的。对，实战的下法，白棋也有收获。这个就是说，在双方均势，甚至于在白棋优势情况下，白棋用这个下法是可以的。现在这个下法完完全全是可以说不足以争胜负。对，这样黑棋拐出头之后已经安全了。对，局势已经安全。你看现在黑棋倒是。还是先手，他这个还要补一个，不补的话，不补他这地方起码是有加进来。也不太好办。加不能冲。对，不能冲。冲的话我打一下。这个地方一打就把你打死了，对，你就不能跑了，跑了一气吃掉。但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比如说这样，当时如果我就可以粘在这里啊，就可以撑住了。对，对，这个女孩子下棋还是温柔啊。这个地方还是就是按部就班，形势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下，还是下得非常的淑女，走在这个湖，我觉得怎么也应该不是所有女棋手都是这个风格啊。对，可能周鸿祎就不是。对，要是周鸿祎，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思路了。对，我们看了昨天周鸿祎那盘棋，最后还拼得非常凶，对，特别顽强。最后其实还是比较细微的差距。这棋他走成这样了，这个棋黑的。黑棋还抢到了个先手，你看这块棋白的是多少目？你看啊，这个地方算到这是20目，对，30目，1 2 3 4 5 3 5 3 3 3 9 4 4 1 4 2 4 3 4 4，这块空跟这块空差不多，但是这边黑棋上面有一个角，这个角是白棋稍好，然后黑棋多一块这边的棋，对，黑棋是先手。是先手，这个右上角或者说整个上面这一带黑棋空，会膨胀起来啊。它是走到这个点，也还行，蛮实惠的，不一定有这个好，只能说，总之是在这一带进攻。这个可能黑的觉得形势有利吧，这个。从实地上来说，这个是比较牢靠的。对，这个应该也蛮好的。如果白棋肯自己补一手，这一交换，这肯定便宜了。便宜了，总好的吧？对。那补一个的话，我这个他如果补在这个在这里好吗？也不一定。不一定。然后他实在他是下在这里的。对。他还不好像那黑棋还不如走在这儿是吧？我有点想下在这个。这两步交换的好处就是黑棋对上面扩张有帮助。挺好的，不是我，比如说我就下这种就行了。这么稳健。
这个也蛮凶的，就是不让你做出第二个眼，你这地方就一个眼，一个眼你往外走，我不就是顺带就成空了？一边攻击一边收空。还有我现在守住这个角地就行了。嗯，这个角地成二十目空，我的实控就远远领先了。对，这两个差不多，我这个二十目这一带跟你这一带抵了，这边我这边都不用成目了，多多少少总会有、哎、有几目棋。所以这个点应该是挺好的、嗯、不过他也许会担心这个吗，其实也不要担心这个，我就跟你下。嗯，不这现在这个黑的优势是很明朗化的。对，现在、啊、但是这个棋呢他会往外转一转，选择余地比较多，我是觉得也许会有一点点讨厌他一下子这有意思、啊、不他还是这个层面上它还是上边的这个口黑的还是要把它收住，对，跳。嗯，这个白棋一来是要做活。嗯，打。搭。做眼。哎呀，这个棋完全白的还是在优势的下方，这个就靠长，这个多一点头绪嘛也是要飞的呀。不要把黑棋装厚是吧？嗯，黑的这边多一个子，对上面成空都总好的了、嗯。不过白的也许想着我还要断你，对，他就这么想的。嗯、黑现在贴，啊贴。现在黑白棋拐什么都是后手是吧？拐是后手，后手。嗯，拐没什么好处，气太紧。拐不是，这个这边当然没问题了，他就跟着你往下下。嗯嗯、大概就没什么好处吧，还是他就是先不下，没下，他直接断上去。嗯，啊，这里先点，这点是瞄着要打吃，断打。嗯。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打呢？他是怕跑吗？按说是怕跑。嗯、好，我再点了。是有顶就挡住。顶我冲过来。我能冲过来，应该还可以吧？他，你现在把我这两个吃掉。嗯。那本来我这点交换也不亏吧？对吧，这不能算白的怎么亏，我现在这冲过去还是挺爽的。对，这冲先手。对，是吧，你对，我得收气。先手就行，我这接也是先手。啊，这个冲得很厚啊。对，这个也先手。对。现在白棋如果自己下后就还有的站。嗯，这样。对，这样反正比他实战是要好。可能机会会多一点，肯定比他实战要好。对，相比实战。因为这个地方。他还是想先打一下的，先打再点，不，他是这样，这个地方点这个，嗯，你反过来，其实有下围棋的时候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反推理一下，嗯，就是你走这个，假如黑的上他下这个，那这边是定型，这个是不会有问题啊，嗯、这个都是全是先手，嗯，这两个交换，啊，这还是白的便宜了，嗯，啊，白棋还便宜了，那你怎么亏啊？亏在哪？本来现在本来你肯定应该提吧？对，对啊，那是不亏，是没什么亏的。外边那么厚，你走一个，我比如跟我这交换，你肯定还亏的。哎，他打了以后点是有什么变？是担心有变吗？有变吗？啊，没什么变，我没看出什么变。他除非顶，顶也就挡住就行了。顶对啊，挡完还是冲，这都是一气吃了。没什么变化，这顶不行。对，顶这一挡就不行了，那没变了，是吧？啊、如果他还是拐，那我多吃你一个，多吃一个子，多吃一个，那还是舒服。对，这个哎，为什么不先打一下啊？这个实战它是这样，这个时候白棋点一个，嗯，你这个棋就是白棋在形势那么不好的情况下，还是就是按部就班，我完全觉得就是我点完或者冲或者吃，啊这。二得一，得了一个一，我就很满意，或者我形势就很好了。你看，相比昨天周鸿祎那盘棋，周鸿祎在劣势下那种拼搏啊，对，真的是无中生有。是，嗯，
这棋点完之后这个两手棋走向控省很多的，对，吃这个，对，但是好处就是把这个子吃掉了，棋点点也是问一下啊，你是粘还是爬？它粘还是挺痛苦的，粘它一接这个地方它不好收，对，它这个拐不住了是吧？对，这上面有个袜，单顶还是单袜？顶也行，顶了再袜，反正总有袜。对你这个这一袜就这两个子断开。对，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白的好像是说不定是亏了都有可能，就把这个子吃掉，这地方被黑棋这么吃掉，尤其是又是下的黑棋，这么下很安心啊。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黑的吃的这两个子是两个大铁眼做出来了。这个地方就不用担心受气什么的了。哦，还要补一手啊，现在白棋。不走他还是怕顶了吧。那也不能走了吧。这个我就哦这个太稳了。那也不能走了吧。有点太稳了。这个还能走吗？不能走了。对。也是有莫非白棋现在觉得形势还没有那么悲观。那不会吧，要这样的话。那是现任女子名人啊，不会这个形势判断这个、还觉得如果还能还不错，甚至于那他应该不会觉得不错，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棋手啊，他意识到自己形势不利的时候呢，他会有那种不同的选择，就是有的时候你究竟是我们说玉碎，还是说忍耐，对，慢慢等待机会。我觉得可能陈一鸣是都有可能都有挺能忍不同的选择啊。这个棋，我觉得无论如何是。是要下一个，对，这种去下一个。如果走这里，总好的吧，总比他实战要好吧。这两个子算了是吧？让他切断，没关系吧？这个让你再在上面开辟新战场。哦，这个我说不定就有机会了。这个我再跳下去了。是。啊，这个地方你多保啊，脚里。嗯。这个怎么还能太稳了？怎么还能补上这？这是白的赢几十目的下法，稳健，并且他还没下在这，你发现没有？还没有顶在这里，对，顶在这里是有好处的，嗯、就是说，不是，就是我举个例子说啊，这地方以后被人家顶在这，你就很难受。顶我，管长出去。对呀、啊。你尝试我不是还可以继续压吗？你在这我什么都不用怕，我硬投。你现在的话这地方被他一挖你就出问题了。你看你如果不理的话，你要一断一叫吃、嗯。这样我一冲、再一叫吃你接不归了都。对。跟气有关系。不这个顶在这外边投硬啊。木数也好一木啊。走这儿将来被人家顶掉。对。不，为什么会下在这？我实在是那个，他担心，没什么担心，跟这边有关系吗？完全就没有状态了，我觉得是吧？可能昨天的后半盘被那个周红宇有点吓得有点晕，体力消耗太大。对对对，昨天这个确实很辛苦，很累。周红宇昨天这个策略，昨天他们下到还是对，基本上七点钟啊，晚上七点钟。反正接近于七点了吧，好像。也是一场挑战。这手棋也是很奇怪的。我反正这盘过于稳健了。现在看了很多部这个白棋很奇怪的棋。有机会这棋肯定要下在这。有机会要问一下陈一鸣啊，怎么下的这么稳，这么温柔？也许就没豆子了，已经。你觉得形势也不好。也有可能前面收入出现误算之后啊，心情已经他是回家受到影响，又不肯被他先手打一下，只是这个棋形，这个大势已去了，可以说上面被黑棋收住了，没有，也就只吃四目棋啊，
啊，然后现在拆这里。对。坏。黑棋把自己做做活。嗯，现在白的菜来拼一下，这个已经晚，晚了。这个拼就是、最多就是破破空是吧？这黑棋生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完全没有关系，是。扳机。嗯。扳虎。打刺一下，接上。黑的还能拖。哦，它是拖的。这白的没什么便宜，根本就。它现在白棋能扳吗？嗯，扳。黑的下什么都行，好像，下这个也可以，下这个也可以。嗯，如果是顶，就是我先摆一个这个图再搬，这个白的也不好搬，也不好搬。然后我可以搬这个，我也行，搬这个。我这边其实实际还有个长的，长你要冲断我的话，我这一糊，我这个断点补掉的话，这个。白棋这上面这五个字还要死，这个时候反正已经拼不动了，白棋已经拼不动了，都欠一手棋、是吧？他现在是退，嗯，再退顶上，挑这个，他想在这个边上做活，做活的话也就不用联络了。这个到什么地方也觉得不是太顺眼，我真觉得这地方本来是这样，本来如果说怎么说，举例说明的话，这地方靠一个，比如说这地方靠下去，对，有一些味道是吧？不，绝不是有点奇的，不只是味道。跳这个，跳这个，嗯，对，我能走这个话，我能跳下去，我能搬过。哦，一路能搬过。哎，我顶的话，您是这天我做这个是吧？哈，这个一路很顽强的就连了。这样就是这种地方应该是脑子一闪就看成这个图，就是拼一下的图。对，啊，这个而不是说这个地方就这么跳一个，这跳。看似是便宜了，实际上是帮黑棋。没什么，黑的很耗心，黑的如果有一个的话，脚底的余味都没有了。不过呢，他是不是为了做活？他因为不跳的话，他这地方被黑的拐在这里，你都已经死了，或者藏在这。他至少是分段了。死了。嗯。是不是啊？他说的也不了吗？这个不，他走这个你可能都要死，打这个他就接上，已经不活。你要交换到以后，交换到是活，但交换的这个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他藏在这儿呢。他，拐尖这个是吧？不，他要活，他要活，他肯定是不能冲断，他只能走这个活。我冲你靠这个段，再靠这个顶，也有一个洼。哦。是吧？这个也还是非常苦的。嗯。我他为了走这个家。实际上他要长也是可以下的。长他现在敢吗？他怕不怕冲断？冲断我一虎呢？你。打吃我藏，又对杀，你能杀得过黑棋？杀不过的。我黑棋现在优势太大了，对黑棋现在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他走这个，先做做准备工作。我现在在压。这个是先手。对，这个是绝仙了。如果他长的话，这一带
哦，那一场就完了。简单一场，对，那就完了。对，等于是先手挡住，再挡住，他跳出来。嗯，那黑血下得很厚。啊，这个接上，他也接上，然后再一胡，对。这个角啊，黑的，假如没有这个先手的话，黑棋是不活的，是吧？黑棋不活，做不活啊、没有这个先手的话，对，是如果你跳你一点挡一扑啊、是，对，是吧？但现在沾着先手，沾着先手，他走一个是活的。后面其实还是我看看他们进行的手术还比较多，但是没曹老从局势形势来说，是不是差很多？差很多。黑白棋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啊！对对对，现在这个控二十好几目，十五目棋。我看看他最后，哎呦，战斗其实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可能。与胜负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对对，肯定没关系。对，最终呢也是周鸿祎执黑中盘战胜了陈一鸣，那么收获了这个名人的头衔，对，也是祝贺挑战成功，对，祝贺周鸿祎。我们呢现场的记者呢也是带回来一段这个颁奖的采访啊，好，我们去看一下，还有画面可以看，好，因为这三分棋都下得很。艰苦哈、对，自己什么感受？好像感觉好像棋有点生了，是吧？感觉今天肯定是没下好。对，今天这个棋是个怎么？好像一上来就崩了，是吧？对，一上来就崩了。什么原因、上来可能没跟 AI 学过这些，这招法不太成立。没反应到他那个棋这个。我可能觉得他可能会冲的。是吧？但是我就也搞不清谁好，就下了。后面看错了，就死了。这个应该是这个，可能是很长时间，这个疫情的原因，很长时间没下棋，是所以说是感觉生了吗？还是这把也有可能吧。可能之前就是身体不太好，是吧？腰椎间盘。腰椎间盘突出。对，就这两个月，还没完全好。腰椎间盘突出。那总的来说，对这个三番棋决赛是个什么感受？感觉还没发挥出自己水平，就是特别是今天这盘。首先恭喜啊！对这个三番棋总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感觉每盘都特别的激烈，然后就比较幸运，就还赢了吧。就感觉一直都看不太清，感觉看不太清。其实都好，三盘棋都好。是吗？对，但也没有下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那么好。没有觉得那么好。嗯。今天这盘那个，其实昨天这盘棋是被那个陈一鸣给逆转了啊。自己回去是什么事？有没有总结一下？然后有什么对今天这个比赛有什么针对性的这个想法？就总结了嘛，但是这主要是我优势的时候我也没有判断出来嘛，就想着还就下好今天这盘嘛。就是其实你优势的时候判断不清楚，然后还在发力，是吧？对，就感觉确实判断挺难的。应该还是很不错了。这个18岁，这是应该是自己第一个这个头衔吧？怎么样？挺开心的，挺开心的。就够开心。还有谁？这回这个头一次来朗中吧，是吧？对这边朗中怎么样？感觉很漂亮。昨天去那个前天。现在去那个湖边上走一走，感觉很好，很美这个地方。是啊。你欧冠决赛有什么想说的？跟自己说的。希望以后继续努力，然后把就是希望棋力再变得更强一点。自己有什么梦想？那个理想就是说，你看现在像我们这个什么崔晶啊，这些女的，包括云之莹这些，有没有这个目标去把她们战胜？就想在围棋上面
能够变得更厉害就可以了。嗯，马上那个吴姐，嗯，对魏老，嗯，有没有什么想法？对，我就还是抱着平常心去努力的去下好。爸爸相依相偎。完美集合，不会为了。那我们现在是比赛赛后的这位俄界的朋友们表示，中心史堂中走来，同样这女子名人战呢，也是男子名人战的一个系列赛事，因为主办方都是这个人民日报。好啊，我们什么时候来呢？才能办这个女子名人赛？有人民日报接手，今年是第二届。对，之前各个地方都办过女子名人战。其实我相信很多棋迷朋友也是觉得名人战应该是这些年哈一直都听说过，对吧？是的。嗯，但是看起来好像只是第二届，其实它是有不同的阶段，因为有不同的主办方。在主办方 对名人赛好像真的搞到第二届就不容易，各个地方都搞过。哎，我看看，这是冠军奖金25万元人民币，还是不错的一个数。不错，对，这个湖南妹子啊，周红瑜，也是祝贺这个小周是吧？对，周名人了，现在是。周名人，对，当年我们男子名人也有周名人吗？周鹤阳啊，周拿过名人吗？那周名人是谁呀？ 周瑞阳是吗？好像都没有。我怎么觉得有周名人呢？是周鹤阳。周鹤阳拿过名人吗？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周名人，是吧？著名的有著名，他是把那个马晓春的那个连霸的记录给打破，是吧？就是我印象中有周名人，所以这个称呼可能还蛮熟悉的。还有周奇胜，是不是？啊，周奇胜是有，但是，姓周的还是挺强势的，是吧？对，在此也是，也是祝贺吧，祝贺这个小周，周红瑜六段。成为了新一届的女子名人头衔获得者。那陈一鸣呢也很可惜，刚才他也说了，好像是身体状态不佳，影响到了最近这两个月就不是太好，影响到了这个棋局的发挥，可能是是的，很可惜，没关系，来年再战，是吧？对，机会多的是，是，还有别的比赛，这比赛要等一年啊。是，那今天呢也是感谢曹老，也是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又分享了这个女子名人战的决胜局。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下次见。